港星刘德华日前来台开唱，遭到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批评媚共，引发群起愤怒，被知名制作人邱礼宽怒呛，资深狗仔葛思琪也深感不满，在脸书上疯狂炮轰。葛思琪就写下王定宇私下做了什么事，需要帮忙回忆吗？还说他手上有退选及爆料，只要东西丢出来，王定宇就不用参选了。天文一出，立刻引发网友留言。葛思琪还呛说王定宇要版面，邱礼宽给不了的头版，我可以帮他上头题。葛思琪也说台湾有这样的立法委员，感到十分的悲哀。就像网友说的，想要被罢免，他愿意帮忙。根据其他媒体报道，有致电询问这件事，王定宇仅回应不知道啊，没有，哪有这些东西，驳斥这些言论。德信综合报道。